大家好，欢迎收看运彩冲刺班。今天呢，来到我们的第八堂课，正确笔数。那台湾运彩哈啊，它现在一个记录啊，就是在2020年教师节这一天，9月28号那一天有彩迷，他就下得奖的一场比赛是拜仁慕尼黑做客霍芬海姆的这场比赛哈。大家知道拜仁慕尼黑一直是得奖的龙头，也是欧冠非常强的球队，他是做客中下游球队霍芬海姆。这场比赛由彩迷下多少？霍芬海姆4拜仁1。哇，这个比数本来就很不容易，谁想得到，而且是拜仁慕尼黑输球的比赛。这场比赛这样的赔率是275倍，这个彩迷下35000块，下了2注，还下2注，到最后开出了比数1-4，它总共825万乘以2，总共里面1650万，哇塞！这是台湾运彩目前中正确比数单一场次我赔出了最多金额的一场比赛。世界杯大家可以慢慢看，除了看这场比赛谁输谁赢，总进球数大小之外，你可以试试你的手气，你认为这场比赛可能会2-0、1-0、1-1，这种玩法还蛮有趣的。所以正确比数其实赔率都好像还不错，是吗？对，这是一般来讲，包括棒篮球的胜分差，还有足球的正确比数，彩迷如果想要以小博大的话，这是最好的一个选择。是这样，那如果有彩迷想要以小博大，那就赶快去试试看正确笔数吧。四足配运彩，看球更精彩，百运彩唯一支持台湾彩。